健走减重又防癌，最佳时机是早上还是晚上？健走可以消除疲劳，促进新陈代谢，特别在晚上7点到9点是一天中的最佳生理状态，在这时间的肌肉关节较为灵活，且血压心率较平稳，适合健走。不过要注意饭前血糖低，健走可能导致头晕眼花，饭后马上运动则会影响胃肠供血，不利于消化，因此健走记得避开晚餐前后1小时，反倒是早上刚起床较不适合健走运动。美国心脏病学会研究表示，早晨运动会使血栓形成风险增加60%，建议中老年人和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尽量避开晨间运动。没有最健康，只会更健康，快上 LINE 加入好友 Top One Health。